这是我的儿童节歌单，这条街最靓的仔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找了半天，就是可爱的衣服，只有这件，看到没有，草莓。但是这是一条裙子，但是也没有很可爱。谢谢白胡子老爹送的一个啾啾。还行吧，就是不可爱。因为今天是什么节？今天是儿童节。你好有仪式感，知道吗？谢谢生活中需要一点甜送的一个啾啾，谢谢猪脚饭王子送那个棒棒糖。我不买可爱的衣服。因为我知道我买了肯定也不穿，就很浪费。谢谢无尘剑商送的一个棒棒糖。看我做的指甲，好显黑！救命！我再也不会做白色的指甲了，显得我手好黑，有没有？大家看，是不是？我感觉自己手黑了一个度。真的。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做白色指甲的话，一定要涂乳白色，不是这种纯白色。这个发夹是刘海发夹，这个很好用，这个发夹。它真的很好用。我可以握手会送给大家。我怎么又要送东西？我好喜欢送东西哦。谢谢猎鹰送的一个棒棒糖。谢谢亡灵主宰送的一个水晶弹弓。我现在已知是要送的是这个电风扇，已知是要送的是这个电风扇，这是肯定要送的。那怎么可以便宜你们呢？没有握手券怎么可以便宜你们呢？而且寄给你们的话，我要离你们的生活远一点，我不能知道你们的家庭住址，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。我穿的不是 Zara 的衣服，谢谢，我穿的是 Brandy 的衣服，这是那个 Brandy 的那个裙子。你们先要来见我，我才能送给你们。我不能直接寄，你们不要给我撒娇，因为我比你们更会撒娇。撒娇在我这是行不通的。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会撒娇。我不要，
我不要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解放我的双手。等一下，我想把你们立起来。解放双手。哎，哎，不行，哎，可以吗？哎，不行，哎，可以吗？哎，不行，我还没有吃饭，我刚刚排练结束，我就过来直播了。我今天学了一支舞。很可爱的舞，很沙拉拉的舞，很沙拉拉沙拉拉的舞。我想，哎呀，我在想怎么可以解放双手呢？等一下，这样也不行。哎，这样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哦，我解放双手了，可以，很棒。我在找支架。谢谢蓝酱送的一个啾啾啾啾。我刚排练完，我没有吃，但是我点了个外卖，点了个外卖。谢谢小妹子送的一个棒棒糖，点了鸭血粉丝汤和汤包。这是一家我最近发现的很好吃的店。我觉得果然，谢谢过期泡面送的一个纸飞机。我觉得果然在中心直播的光线比家里要好。哎，家里真的太暗了，我家的灯怎么这么暗？谢谢101送的一个啾啾。我家的灯光真的太暗了，这个好白呀，白就会显得好看一点点，是吧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是我为什么没有可爱的衣服呢？谢谢101送的一个棒棒糖。为什么我没有可爱的衣服？为什么？我连就是我想象当中，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，就可爱的衣服长什么样，你们敢相信吗？就是我觉得我想象的脑海当中，我都不知道可爱的衣服长什么样，你们可以解答吗？就可爱的衣服是长什么样的呀？J.K. 不可爱吧 ？J.K. 只是比较清纯吧，青春、清新、清纯。可爱的衣服长什么样呢？我觉得应该找李慧了解一下。我应该问李慧借衣服的，她肯定有可爱的衣服。
穿得上啊。你在说我矮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你在说我矮。性感的衣服也不应该找我，因为我也没有。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听不懂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懂。阿萨阿萨，真的，我真的只有格子裤、格子衫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普通的，就是我觉得我生活中真的穿的蛮普通的，真的很普通，超级普通。我的私服就是很低调、普通男人。我没有穿过浴衣吧？瞎说。我没有吧，浴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想，我想尝试的是那个皮衣，皮衣皮裤，然后骑那个机车。我之前跟你们说过。我想尝试的那个皮衣皮裤跟机车风。这才是女孩子想尝试的东西。我做的是白色的美甲，然后我特别后悔，因为很显黑，好显黑呀、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就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做美甲真的不是因为好看，也不是因为喜欢，是防止我咬指甲。我真的觉得我再不做，我的指甲要被我啃掉。啃到没有了，是真的，就是已经只有一点点的甲片了，你们敢想象吗？所以我觉得我得赶紧去把指甲给做上，防止我再啃它。没有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有分离焦虑症，你们知道吗？分离焦虑症的人就会啃指甲。你可以啃一下吧。是吗？我真的，我觉得要改正咬指甲的方法就是，要改正咬指甲的方法就是你要做指甲。谢谢丽儿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就是你要去做上你的假指甲，然后这样你才不会去啃指甲。对，因为它是有毒的，你根本不敢啃，你知道吗？谢谢 ZATT 送的一个啾啾，就是你一啃会发现有毒，啃不了，而且它是那个甲片嘛，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咬不动，你会咬不动，然后你就会放弃这个念头。
就是啃，发现咬不动，算了吧。而且很难吃。我觉得其实吧，其实我没有分离焦虑症，因为我没有跟别人分离过，就是我没有跟爸妈分离过。他们说小孩子就是啃指甲，一般不都是幼儿园小朋友啃吗？然后他们就说小孩子啃指甲是因为有分离焦虑症，是因为就幼儿园去送他上幼儿园就是跟爸妈分开了，然后就是有分离焦虑症。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分离焦虑症，我只是有点焦虑，但是我有焦虑是肯定的，就是焦虑的时候会啃指甲，能确定的一点是这一点，就是焦虑会啃指甲，但是没有分离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没有跟谁分离过，我爸妈一直在身边啊，我只能这么说明自己，就是只能这么想吧，要不然就解释不通为什么我喜欢啃指甲这件事。我昨天请我妹吃饭嘛，然后那个自助餐，那种日式的寿喜锅的那种自助餐嘛，嗯，她吃的很多，就是她是战斗到最后的人，我后来已经饱了，她好可爱呀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你们看他那个开车的装备了吗？因为他要送我回家，我说那你开车送我回家吧，然后他说他的装备很他怕晒，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装备，简直了，是真的，这是什么装备？我开车我都不这样哎。我开车我连墨镜都不戴，我真的就是这样去开车的，我觉得倒也不必这样吧。他真的全副武装，就是连脖子都有照顾到，很搞笑。跟我差不多吧。对，因为他怕晒黑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那种不怕晒黑的人。等一下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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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我接了个电话，我接了个外卖电话，我的外卖到了，我好想关直播，我好想关直播吃外卖啊。不行，我又觉得把你们丢下不太好。真的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吃播，因为我吃相难看。三号公演你们看吗？三号公演，酒吧回归了，我又是酒吧。
们看吗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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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看吗？哦不，我应该不告诉你们是什么 unit 的。其实我是去打拳。哦，我说过吗？啊，我之前说过呀。那好吧，好吧。哦。我今天玩了摩尔庄园，你们玩了吗？你们玩了吗？你们玩摩尔庄园了吗？你们在哪个服啊？你们的 ID 是什么呀？你们在哪个服务器啊？服务器名字叫什么？你们的 ID 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不想干嘛。没什么，我就好奇。谢谢小内子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。怎么你们真的告诉我呀？为什么你们真的告诉我？倒也不必真的告诉我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我完了，我的那个，我的摩尔是粉色的，我的拉姆是蓝色，但我的拉姆还在成长当中，它现在还是一个盆栽，它还不能跟我出去到处逛。我觉得怎么这么多任务呀？你们也是一直在做任务吗？还是只有我是这样？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任务，而且是做不完的任务，做不完的任务，而且我想自己玩，我不想做任务。其实，对，我不想做任务，我想自己玩，能不能让我自己去逛一逛啊？我不想做任务，我觉得世界上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做任务。我其实喜欢自由。我喜欢自由，请让我自己一个人去玩好吗？没有，我想交友，我不想搞钱，其实我只想交友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没有，我想玩。我找了朋友一起玩啊，我找了 Coco， 可是我加他，他还没有通过我的申请，是因为他等级还不够，还不能显示那个好友栏什么的，好像是。因为他才一级，我已经九级了，好像。我从来不带妹打游戏的，因为我自己都很菜，都是别人带我。因为我自己就是很菜的那种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在打游戏方面没有天赋。王者，其实我王者也不是很厉害，只能说不是很烂的那种吧，就是只能说就是很有用的那种，就是
就是舍己为人的那种，因为我是辅助啊，就是那种自己死也不能让 C 死的那种，只能说我保护的比较好，我是帮别人挡刀的那种，还有踩视野的那种。我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因为谢谢小明桑送的一个旋转木马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礼物，那我可以去吃饭了吗？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去吃饭了，拜拜，我关直播了。我好狠心啊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一个狠心的人。谢谢右手田淑丽送的一个棒棒糖，咦，这个 ID 我好嫌弃哦。真的，我的鸭血粉丝汤，我的鸭血粉丝汤，还有小笼包，要冷掉了。可以吗？哦，对，粉丝会坨了的，我要让我的粉丝，对，我的粉丝不能等太久，他会坨了的。拜拜，我吃完再开可以吗？那我吃完再开。哦，谢谢摩尔送那个放风筝，谢谢谢谢，那我马上去吃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快走快走，是什么鬼？是你们就是在赶我走吗？这是在赶我走吗？那好吧，你们不喜欢我，原来你们不喜欢我，那我走吧。那我走吧，原来哥哥姐姐不喜欢我，那妹妹我就走了，拜拜。因为我说了，我吃完就要吃完再开嘛。什么时候发小时候的照片？我之前发过呀。谢谢射线送的一个啾啾，我之前发过，因为你们都没有认出来那是我，没有一个人认出来那是我，连我的粉丝，我的忠实的粉丝，我的老粉，我的各种粉都没有认出来那是我，我已经伤心透了，所以我很难过，所以我不会再发小时候的照片了。谢谢陈送的一个棒棒糖，谢谢射线送的一个啾啾，一个纸飞机，谢谢
谢谢莉亚送的一个棒棒糖。所以呢，我很难过，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。有这么不像吗？那个鼻子那个眼睛起码是像的呀。所以呢，我决定我再也不发小时候照片了，因为你们都觉得那不是我。科科去排练了。所以我很伤心，所以我决定，谢谢视线送的一个棒棒糖。超话好像有，稍微大一点也能认出来，你们确定吗？你们这么有自信的吗？你们确定吗？确定吗？你们要向我宣战吗？你们要挑战吗？谢谢甜甜的大猛欧送的一个棒棒糖。我现在没有，都在家呢。你们等我下次回家的时候我拍。幼儿园的应该可以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胖。我觉得也不一定哦，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胖，很胖，很胖，就是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。我就是肉嘟嘟的那种，就是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手臂上的肉都是一节一节的，就是会有那种一条，就是像米其林轮胎，你们见过吗？米其林轮胎的那个小人一样，就是一节一节的那种，然后里面都会卡泥的那种，就是特别可爱。这是我妈告诉我的，就是里面都卡，因为那个一节一节的那个肉缝里面都会卡泥的那种，就已经胖到这种程度了。难道大家的小学都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你现在的皮肤也是头像这样的吗？我的肩膀没有被提起来，是因为我穿的很多，因为小时候我奶奶就是真的给我穿很多。你们知道我小时候穿冬天初中的时候穿七件毛衣，而且是就是袖口你可以数出来是七件毛衣，就是因为五颜六色的，就是不同颜色的七件毛衣，就是你能从袖口就是这样数翻下来七件哦，因为怕我冷，所以那张照片也是因为我穿的很多，估计里面应该穿了好几件衣服吧，因为我奶奶很怕我冷。就是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回家，我奶奶都会觉得我冷。就是我觉得真的天气挺热的吧，就是反正我是不会穿，我回家都是穿长袖长裤的。现在不允许换装了，所以军大衣酒吧是不可能的了。真的，谢谢恶霸妈妈送的一个旋转木马，谢谢。吃完了粉丝，但是他真的坨了，真的坨了。加辣的挺好吃的，但是他有点坨了。
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有小笼包。真的怪我吗？这不是怪你们吗？这怎么怪我呢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们，都怪你们啊！就是怪你们啊！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要陪我的粉丝，陪我的粉丝。我也会这样，谁不会？好，你们这么理直气壮，好，好，我懂了。好土啊，我必须要给你们看一下。今晚的月色很美，我嚼的没你好看。好土啊，不是妹妹玩的那个牌子，妹妹玩的是什么牌子呀？好像不是这个牌子吧，好像不是，但是妹妹玩的很好喝。嗯，你们有种草吗？那个很好喝。我瘦了吗？真的吗？我瘦了吗？不会吧，我立马难过。真的吗？我好难过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会吧，我觉得还行吧。真的吗？我马上就去吃胖，如果瘦了我就马上再去吃胖。我真的觉得我肉嘟嘟的。因为你们看我的手臂，嗯，就是肉肉的。不不，你们看今天微博发的照片，手臂肉肉的，我真的我第一次见我这个样子。你们看那个微博的照片了吗？谁袖口不能拉到肩膀？这很方便打疫苗，袖口拉到肩膀，就很方便打疫苗。好，我知道我肉肉的。我这几次去打疫苗，我都怎么打的呀？哦，我穿是短袖，所以我很好打。我穿着短袖，很好打疫苗。
但我真的觉得打疫苗没有什么感觉，我打第二针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我连胳膊酸都不酸，这是个问题，我是不是没有打中呀？我都怀疑，我真的我连胳膊都不酸，不是第二天会很酸很酸吗？但是我没有感觉呀，证明我身体好，真的假的？是有这个是这个说法吗？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我也不痛啊，好奇怪啊，我不知道。而且我当天晚上还排练呢，我还跳舞呢，我们还要排舞呢。原来是这样子的吗？谢谢射线送的一个棒棒糖。我真的身体很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别看我瘦瘦的，但我身体很强壮。我的免疫系统很好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我接下来没有疫苗要打了，我该打的都打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人生赢家，因为我 HPV 也打掉了，然后新冠疫苗也打掉了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大家都羡慕的那种，应该就是大家都羡慕的那种吧。因为有些人都打不到 HPV， 也打不到新冠疫苗，我现在这两个疫苗都有了。没事，不要羡慕我，不要羡慕我。我真的，我现在是人生赢家，百毒不侵。你们还是要戴好口罩的。哎，可是我这两次打疫苗都超级容易打，就是去到那立马打，一点给我准备就是心理建设，心理的准备都没有。我甚至还想拖延一点时间，我甚至还跟医生说，还跟医生聊天，就是想拖延一点时间，就是我会问得很详细，我说我上次第一针打的是这个吗？是北京那个生物的吗？就我还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同样的牌子。就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太快了，我这两次排就是打疫苗我都没有排队，我就去到那直接打，就特别的顺利。对，你们还是要小心一下，小心一点，还是要戴口罩，就是还是要戴好口罩，保护好自己。三号是酒吧，谢谢白胡子老爹超级帅送的一个纸飞机。你们说很久没有见到酒吧老板娘了，
我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跳了，真的好像很久没有跳了吧？你们有计算一下我有多久没有跳吗？有半个月吧。还好，那我不跳了。其实就两场，真的吗？那我为什么觉得间隔的时间好久呀？我真的觉得自己有起码半个月没有跳了吧。哦，因为上周没有公演，对，两场打拳。我后来特别后悔打拳，因为我当时牙疼。我来啦，我来啦。是外卖到了，是我去开门，因为我们门坏了。那出去为什么要关门呢？我们是傻的吗？都不在房间，出去还关门，那不是进不来吗？都不在房间的话，出去肯定就是把那个门给锁了，它就不会关上呀。还没有叫叔叔来修，就是那个门卡好像消磁了吧，就是它刷不开门。秋天的奶茶，这款榛果粒我不知道哎，好喝吗？我觉得跟普通的差不多呀。我喜欢那个蓝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那个蓝朋友榛果粒那个蓝朋友，就蓝莓的，好像是好喝，那个好喝。我不喜欢芦荟。所以你是为了投票？没有，我是真的为了喝而喝，就是真的是因为好喝我才买的。我
不喜欢芦荟味，我觉得芦荟味不好喝。我感觉我好像不管是什么都不喜欢芦荟味的东西。芦荟的酸奶也不好喝，我就不喜欢芦荟，就是不喜欢。还行吧，我觉得它作为芦荟胶来说是蛮合格的，就是作为一个吃的东西来说，我觉得不太好吃芦荟。就是它作为护肤品来说是蛮合格的，因为的确涂上去冰冰凉凉的，还挺舒服的。对，哎，你们受得了这个声音吗？哎，没有这个声音，听得到吗？这个声音受得了吗？其实还行，要是有黑板的话就好了。要是有黑板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肯定受不了。就是这个。这个还好吧，要是黑板的话，真的很受不了。我没有画鼻孔，我不会再画鼻孔了。啊，我特别喜欢摁那个塑料泡沫。就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一粒哦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做的梦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巨让我压力很大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梦吗？我真的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让我觉得很不安。我做了一个梦，不是，跟舞台有关系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，我就做梦梦到我要跳粉红狙击手，我要跳粉狙，关键是呢，就是公演要跳粉狙，就是当天晚上就要跳粉狙，而我还不会，就是而我还没有排，就是而且他们还都不着急，就是跟我一起跳这个 unit 的。跳粉狙的好像一共五个人，然后我是 C， 然后跟我一起跳的几个人都不着急，然后我说我还不会呢，我说我还不会跳呢，怎么办？而且晚上就要演出了，而且他们一点都不着急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我说我不会跳呀。得练吧，就是得去学吧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练习室学，然后反正就是很着急很着急，因为好像只有几个小时，就是除去化妆时间，你只有两个小时你就要演了，然后反正就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个梦，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一个梦，就是梦里都是那种完蛋了，没有粉狙，想太多了。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做梦梦到粉狙？我跳过，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粉居呢？不是吧？因为我潜意识里面喜欢打枪，喜欢射击。嗯？那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粉居的衣服在不在嘉兴路，但我不会再跳粉居了，因为我觉得粉居不好跳。嗯，那我没有见到过，我没有见到过。我好讨厌，我真的很讨厌，就是在梦里还会梦到公演，已经不止一次了，每次都是公演 unit。差不多吧，我觉得真差不多。我为什么做梦都在跳公演？我真的很烦，我觉得很累，就是梦里都很累。而且梦里你还在担心自己没有学会这件事，要上了这件事，真的我超级超级担心，因为我很着急，我在想没有学会怎么办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在暗示什么？是在暗示最近新学的几个舞我都没有学会。过度公演的舞，但是也没有很难吧，没有很难，就是跟男装公演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男装公演的那个16人我真的吐了，是真的难吐。我对男装公演永远的痛，永远的伤，田淑丽永远的伤。你们知道我是做了多少的思想斗争吗？我在前期给自己做了很多的思想斗争。我是一个男的，我是一个男的，而且还得是个帅哥。我的造型都挺猛的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每次都没有换造型啊。啊，
我觉得我造型好像一直都那几个，因为我那个我头发长度在这嘛，就是锁骨这很尴尬，这个长度就不长不短的长度很尴尬，很难做造型，就是你造型只有那几个，就要不就是拉直，要不就是卷，要不就是扎起来，就没有其他造型。其实它很难做造型在这。微博，哦哦哦，我想留到胸下这个长度差不多，会不会很女人啊？因为我一长发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，需要几年。很快，怎么可能需要几年？一年就是明年这个时候，差不多就是这个长度吧。因为我头发长得很快啊，你们没有发现我头发长得很快吗？我那个过年的时候不是短发吗？然后已经到这了呀。啊，没有吗？我觉得挺快的耶。那你们记得吗？你们记得吗？过年的时候我是短发，然后现在在这，也就用了几个月，四个月啊。对，我没有留过长发，我长发都是接的。因为我每次都留不长，是因为我觉得每次留到这都很难受。我一定要忍住，不能再剪短，我要忍住。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就是头发在脖子这很难受，就是很热，夏天的时候很难受，卡在这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所以我觉得板寸真的很爽，就很羡慕，很凉爽。应该很羡慕，真的超级羡慕。剃个光头的话，光头其实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吧。坏处就是容易被蚊子叮咬，就是我觉得那个面积挺大的，就是容易被叮咬。我不会板寸的，因为我不适合。对，而且不防晒。就是没有，其实光头也是要洗头的。你们以为光头就不用洗发水了吗？他们也是要洗一下颅顶这一块的。对，我是扁头呀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小时候把头给睡扁了，就我的后脑勺这一块是瘪的。我决定就是如果我现在就是穿越回婴儿时期，我就给自己睡一个完美的头型，就是要各方面360度全方位都照顾到，就是你不能一直都侧着睡，你也不能一直都正着睡，你要换着睡，就是你要一会儿这样睡，一会儿这样睡，一会儿这样睡，全方位，就是给自己睡一个圆形的头，这样你的
头型就会好看。那我会选择不睡觉，就是你站着睡，不要挨着床睡。我今天去拆线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智齿了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就是我吃东西再也不用顾虑了。我已经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谢谢射线送的一个纸飞机。我现在很轻松，就是没有智齿的困扰。就是花了我很多钱，好心疼啊。挪威的森林，哦，挪威的森林。我那个眼镜都不见了，我好想要那个眼镜啊！我下次搜一下淘宝有没有同款。口音啊，就是模仿他的口音啊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模仿到他那个精髓，我觉得老刘他学的还挺像的。为什么突然夸我？我记得我去年这个时候还去了三亚。哎，你们夸我可不可以？就是拐弯抹角的夸我，不要太直球。你们就是大直球的夸我。让我都不好意思，让我觉得有点，会觉得你们有什么目的，有目的性的夸我，就是隐晦一点，拐弯抹角一点。你哪个朋友？就是用一些形容词啊，就是添加很多形容词，装饰词，还有什么夸张比喻的手法，还有排比句，还有拟象形，不对，拟人比喻，拟人，还有反衬。承上启下，这种，对，这种技巧。反衬是什么？造句啊，这种。
行，不能拉踩，拉踩是不行的。我说的是反衬，反衬就是，反衬就是，假如说你要夸这朵花好看，你会先夸这个叶子，就你会先说的是这个叶子衬托了这朵花好看，是这样吗？这就是反衬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语文还是挺好的，我文科还是不错的。我可是得过市区三等奖的人，作文大赛三等奖的人。那个题目我都还记得叫什么，叫我家的文明礼仪小故事。真的叫这个。几年级的比赛让我想想，六年级啊，不对，三年级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当时给我发奖状，还给我发是复印件，因为证件那个班主任跟我说，证件是保存在校长办公室的那个橱窗里面，然后只给我发了复印件，而且还是黑白的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校长办公室，一定要去偷出来，一定要去校长办公室的橱窗里面偷出来，因为那个奖状是属于我的。谢谢无尘剑烧送你个啾啾。哦，一等奖可能是叫我的区长父亲。哦，不不不，一等奖应该叫我家有个区长父亲。哦，我家的。不是我家的文明礼仪小故事，是我家的区长父亲。真的假的？搜得到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别吓我。我知道这个以前可以搜到，真的很早很早，小时候，不对，很早之前，百度上是搜得到的，我的三等奖。救命！真的，百度百科上是搜得到的，好可怕啊！现在应该搜不到吧？天哪！别，千万不要去搜。我记得之前，很早之前，小学时候，
小学时候是有搜得到的。别，千万不要。不，不，不用编辑上，不，算了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我都忘记自己怎么写了什么，忘记了。我觉得以前写的都好非主流呀，就是以前很流行那种网易云嘛，就是无病呻吟的那种，就是很非主流呀，就是以前写的就是很非主流的那种，就是啊，我的心好痛啊，不要哭，什么45度角仰望天空，我用过火星文，但是我现在看不懂这是什么呀，你不懂得你不懂我的悲伤吗？哦，天哪，我居然看得懂，你不懂我的悲伤。火星文是谁发明的？火星人发明的。五笔是那个口诀，五笔打字。哎，你们真的没有学过吗？五笔打字不是小学电脑课必学的吗？但我没有学会，因为要背那个口诀呀。啊，怎么可能，小学电脑课学的就是五笔打字呀。嗯，难道我的电脑课比较乡村吗？为什么比较落后吗？你们怎么都这么智能吗？真的，我们电脑课，小学电脑课就是学的五笔打字，而且那时候还是那种小游戏学的。对，金山打字。
而且我记得当时比我大的什么哥哥姐姐、啊、都是会五笔打字的，就是他们都会五笔，但我不会。对，就是好像就是80后的会。怎么可能，我用的是拼音，而且我用的是9键的拼音，我还用不惯二十几键来着，29键24键忘记了，26键，对，我用的是9键的拼音，因为我觉得9键的很方便。26键的很好用吗？我用不惯哎，好厉害哦，那你们好厉害哦，我觉得9键的很方便啊，超好用吗？主要我觉得我的手指不太好打。因为那个很小，就是26键的很小，你会打到别的地方去。因为我手指有点肉乎乎，有点胖胖的。就不够细。对啊，我手不是很细的那种。所以我不能用那个26键。那我试一下，那我等会儿试一下26键。我觉得真的不好用。我跟你们说，用9键的人都比较聪明，聪明的人都用9键。用最少的键打最多的字，所以就很聪明啊。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就是。因为之前有人拿我的手机去，就是拿我手机去发消息嘛，然后发现不会用我的手机，是因为我用的是9键，然后不会用，就后来他说还是给你吧，你自己输，就是他不会用，就是觉得用起来不方便。关键是我那个，我除了用9键的以外，我的皮肤就是那个键盘的皮肤还花里胡哨的，就是我用的那个皮肤叫什么美甲的皮肤，那个皮肤名字叫美甲，然后就是很乱七八糟，就是很花里胡哨的，然后那个图案也是。就是搜狗的输入法嘛，然后它会有那个皮肤键盘的皮肤，然后就很花里胡哨的，然后再加上我用的又是9键，然后人家更加看不懂。所以别人拿我的手机打字的话是很难的，但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皮肤，我换了一个很简洁的，就是经典版的皮肤，就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皮肤，就是现在还是挺好打字的。自带的键盘有点太单调了，我想就是我会把它换上皮肤，我好精致呀，
我真的是好精致哦，我居然还要给他换皮肤。对，我再播5分钟吧，我11:30关直播。我脖子好疼，谢谢登登送的一个纸飞机。我要对，我要看一下，我要下了去看一下摩尔庄园，我的拉姆应该可以浇水了。他，我要去看一下我的拉姆有没有变成可以到处游逛的那种。他现在还是一个盆栽，但是可以浇水，浇水就可以让它快一点生长。乌冬的旅店是什么？我可以去下了玩一下。最近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？最近，哦，我要给你们推荐那个《生化危机》游戏，好恐怖，好好玩，因为很恐怖。你们可以去看别的游戏主播玩，真的很恐怖。就是很灵异的那种。我之前不是给你们推过那个小小梦魇吗？那个比那个恐怖很多，小小梦魇。那个生化危机那个是那种心理上的恐怖，但是你不敢玩，你可以看别人玩，就是看别的游戏主播玩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我看别人玩我就不会觉得恐怖，但是我自己是不会玩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追我。别人在后面追着你的那种，追着你跑的那种感觉。做的梦都是我在跳公演，我在跳 unit， 好烦呀，我真的很讨厌做这种梦。我最近看了那个猫和老鼠的电影版，你们看了吗？那个猫和老鼠的电影版好看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要不就做那种全是动漫的，他就是那种真人里面，
然后老鼠跟猫是动漫的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。我就觉得你要不就全部都二次元嘛，你别又是真人然后又是二次元，就搞得很乱七八糟。而且剧情就是很老套的那种剧情，就是打发时间看看的话也不错。哆啦 A 梦吗？我想去看哆啦 A 梦哎，我想看哆啦 A 梦。好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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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让我快走啊？快走是什么？快走是什么？谢谢。那你们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那我走，那我走，那我走，好，那我走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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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